分享了开门筒的做法，我们这个门筒的宽度为两公分，我们这个左边的门筒也是刚好两公分的宽度，一样的宽度，我们直接放上去，我们跟着这个画线的位置，我们走到线这样走上来，然后到这个点打个回针，右边的门筋也是同样的方法，我们画线这个位置对着我们原来这个位置，我们走到线直接这样车上来，车到这边我们到这个点打个回针，铜底这个位置一定要一样的高度，不能有高低，然后我们打剪，我们从中间这个位置开始剪上去，我们直接剪到头这个位置，这边剪好之后，我们这边同样的方法，我们这个位置剪到这个线根的位置，这边同样的一样的剪到这个线根的位置，剪好之后我们把铜布直接把它翻到反面去，后边的铜布一样的把它塞过去，这边塞进去之后我们再压线，我们直接压上一个零零一的门线，我们直接车上来到这个角这个位置再旋转布料，我们再车过来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麻烦你点个小红心支持一下，我主页分享了2000多条这样的视频，做好之后给大家看这个效果，你学会了吗？记得关注快手涛哥教你做衣服。